尽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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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量。周深容易被骗上了热搜，如果没看《奔跑吧》第六期，可能以为周深在现实中被人骗了，所以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热搜词是怎么来的。《奔跑吧》第六期又有撕名牌环节，周深从节目一开始就被安排成了好人，代号蜗牛。到了撕名牌环节，周深遇到了沙溢，在沙溢再三表明自己是好人之后，周深不仅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了沙溢，还把另一个好人黄鹂鸟烧饼的身份告诉了沙溢。可实际上沙溢是坏人一方，导致坏人一方一开始就掌握了关键信息，为赢得比赛打下了基础，所以才有了周深容易受骗的热搜。在看到周深轻易就相信沙溢时，有点哭笑不得。总要有点信任，我就是这么容易相信别人啊。Hello。Hello， 你在干什么？啊，我在逛逛这个校园。你转了吗？你转了吗？我转了。你真转了？我真转了。真转了吗？真转了。花了多少钱转的？1200吧。你老躲我干嘛呀？咱聊会儿天儿。装的一副没事心态的，你刺探人心呢你。我告诉你了，我转了1200吗？是不是1200？毕竟周深已经参加了好几次的撕名牌，好人与坏人的游戏已经玩了好几次，怎么还容易那么相信沙溢呢？分析之后找到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沙溢演得好。在第六期，不仅周深相信沙溢，烧饼也挺相信沙溢的。沙溢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老实人，再加上沙溢也是实力演员，演一个老实人并不难，容易让人相信。这两天早晚都不回来，来沙哥和沙哥郑恺，沙哥在我失望了。走吧走吧，咱走。我真是我已经叛变了。我会不会被骗呢？观众朋友们，观众朋友们，观众朋友们，我说一下，这不叫火灾，有没有可能空空就火灾？有点道理，但是我刚批评你，不要再轻信别人，我也是开心。那你刚才怎么？你还有钱吗？都有了，我也没转过来。第二个原因，前五期种下的因在第六期结出了果。沙溢即使演得再好，想骗过有经验的老人也很难，而周深看上去有经验，实际上并没有。第三期撕名牌，周深是首个被淘汰的好人，几乎没有参与感。第四期狼人杀，周深一直认为自己是坏人，一直在扮演坏人，最后才发现自己是好人。来，烧饼，这是什么颜色？烧饼，这什么颜色？跟我想的都抢到一块去了，这什么颜色？我笨了，我笨了。这局安静的有点高端，高端，高端。我们。我一下我都没打着过，我来一下试试。Triple kill。所以前五期节目，周深演好人的经验很少，相反演坏人的经验倒是有一些。到了第六期，让周深去演好人，他跟新人没有什么区别。如果在第六期把周深与白鹿的身份互换，那么周深很可能有不一样的表现。而在明白周深看上去是老手，实际上也是新手之后，就会发现好人输很正常。毕竟好人虽然人多，但最重要的蜗牛黄鹂鸟却是新手，游戏一开始就输了一大半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玩。如果是老手，蜗牛与黄鹂鸟应该在第一时间汇合，在这个过程中不相信任何一个人。
在汇合之后马上去找队友，并用 RB 买线索确定队友身份，形成同盟之后开始撕名牌。即使好人当中很多都是新人，在两位老人的带领之下也可以与坏人一决高下，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赢，即使输也不会输得太难堪。可在第六期，蜗牛、黄鹂鸟都是新人，都不知道怎么玩，各自为战，好人一盘散沙，让坏人轻松获胜。所以周深容易被骗这个热搜词对于周深并不公平，因为容易给人一种好人输是周深的原因，但实际上好人输的主要原因不在周深，而在节目组。如果一开始节目组安排的两个好人不是周深、烧饼两位新人，而是李晨、郑恺、 Angelababy、 蔡徐坤、沙溢这几位老人中的其中两位，或许结局会不一样。两人日常唱歌六小时，我发现最有趣的是我们昨天唱 K 之后，我跟坤坤的歌单完全就是两个世界，因为我们俩就一直在找合唱的歌曲，我们找了五六个小时，我们只找到了三首，我们成功的合唱完之后很开心，然后就再也找不到第四首。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多么特别，眼泪再苦再咸，有你安慰又是晴天，靠得再近再近。加油，真的好，看不出来啊！我失望了一下，看我是瞎了吗？我不玩了。啊？再放吧。好。奔跑吧加更，周深的音乐日常揭秘。如果有机会能够在舞台上去唱自己私人歌单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安利吧。你要唱呀！很多朋友都是早上一起来，他们就会连个蓝牙音箱就会放歌。除了早上，晚上睡觉我也听。你呢？包括你看，我们拍照的时候，音乐可以帮你避免尴尬。这懂吗？开业啊！下次请自己唱 BGM。我们像我们在很多人洗澡的时候，都不要说放音乐了，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洗澡的时候唱歌。花开的景色。音乐就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吧，帮你去抒发。